年的我们会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儿，比如爬墙柱。或者下楼梯，也许你不懂，宝宝也有情绪低谷期。Hello， 别叫我，烦着呢。真是的。别闹了，别闹，人家生气了。妹妹，一会儿你听我指挥哈。哎，他们站在上面干嘛呀？别说话。哎，宝贝在看什么呢？这么入迷？美女、玩具、奥特曼，他跑了，怎么回事？这个人兄不带这么吓人的啊！九十十一，妈妈说只要数够三十张卡片就能吃蛋糕，哈哈哈！这对于我来说太容易了。十五八八，老爸，你没搞错吧？十十一十二二一二一二十二二三。宝贝加油啊，马上就到三十了。六七八九十十，数对不对啊？对。宝贝，他节操掉了。嘿，杨妹，你会吗？要要 check it out， 该你了， check it check it check it now， 不高兴的得这样。你行吗？是这样吗？对，是这样。这样。这样。再来一次。不玩了。最后一次嘛。说了不玩就不玩。不行。